轻公公就是90亿的，那天世界大小90亿的房子，三房两厅三卫的，就是小仓库。所以说，厨师的走廊就是基本进去是餐厅。那么我们去左边、右边有一个衣柜、鞋柜，那进去看一下，都看到，哇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挺好的一个长景观吧，大长景观，就是一个书房，好美好美，书房好呀！今天真的情感好，世界上最好的情感就出来，那就看到了吗？客厅，这美丽的客厅有一个出餐厅，哦，看到了餐厅。哇，餐厅跟那个客厅的一致性的，一致性的。我们先看餐厅看一下，就是冰箱、红酒主灶、烤箱，这里面有一个吃泡菜汤，哇，这是一个鹿胶，这是一个水池，这就是一个自动洗手的饮食的那个饮食的垃圾，这是阿姨炒菜的房子。烘干机、洗衣机都有的，这个我们家电都是欧洲牌子，那看到了吗？这边看到，哇，这景观真的好美，可以看到首尔的珠山、南山，看到了。这我们进去房间里怎么样啊？进去看一下，房间里就这个小的个卫生间，那房间里进去看一下房间。嗯，这么优雅的、这么浪漫的房间里吧，是啊，那么房间里，哇，主卧里面的一个衣柜，还有一个衣柜，然后一个化妆，主卧的两样化妆室，那么这个是卫生间里面的，这个是什么电子马桶，哦，自动打开。那这平板浴缸，老板娘喜欢的这个平板浴缸，身体非常好的平板浴缸。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外面看吧，出去左一个，左一个，外面一个，这么好的景，可以看到城北的大景观吧？城北的可以看到，还是这个房真的很好。那我们进去，这进去，在这边过去一下，进去小房。小板都看到了吗？小板里面也有看到汉江大景观吧，汉江景观呀。那我们这边看去是衣柜，次卧里面也是衣柜，也有，就是化妆台也有。那么近期也有小的一个平板浴缸，老板娘喜欢，因为身体好，还有洗澡室，那这都有的，很高档吧？房间里这样的。我出去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么好的客厅的情况。哇，那段时间大厦真的很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呀，真的很漂亮。